感觉这个直线有点粗。我现在刚才换了一副直线，我掉了一个。为什么要换直线啊？这个口不是很重，而且很多空腔，小一个号。好，行。给你绑了一副了，在那里了。好。这个饵料不能搓得太小啊，还是要搓大一点，因为这个杂鱼很多，本身饵料就很腥。你搓小了以后，那个小鱼接，饵料到不了底。太小了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是不是杨杆轻一点？你的直线比较细，我杨杆有点重，有点激动，终于了，我的天哪！来来来，是一尾罗非，太开心了，苦等了一个下午啊，我的天哪，一尾胖罗非，是不是换了一个细线口会漂亮很多？万万没想到啊，这个换细线走之后果然中鱼了，你看胖胖的多肥啊，还好。